你好，您要的牛排。牛排，牛地牛排。哎，不对啊，你看，点菜单子不这么写的吗？搞错了，啊，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哎，奇怪。什么？送餐？田忌也知道，只有这样才能迷惑住那些负责监视的人。服务台说是我们订的餐。怎么会？是不是搞错了？你找哪位？先生，请您务必签收这份牛排，否则我真的要挨骂。你搞错了吧？我是沈小姐派来的崔先生。快请。出什么事了？别说这么多了。你把随身携带的重要东西收拾一下，几分钟之后跟我同志出去。好。不是，这都是怎么了？哎，这么好的法式牛排，不是这个做好它不能退的。客人都太奇怪了，说不要就不要。回去跟你们后厨说一声，这个菜做的有点偏甜了一些。到现在就没有人找他，只了一个送餐的被他给轰出去了，到现在还没有别的人。送餐的，送餐的。正常送餐的人能从204跳过206到208吗？这显然是为了对付你们。
不管，先逮捕他。 把那车拦住！是。田继业准确地判断到，李秉钧不会想到他们居然会利用时间差，在特务们刚刚离开208房间时，从308房间跳进了208房间，而沈曼则按计划开车引走了李秉钧。 我是西区警察局的田继业探长，是你们李秉钧组长的朋友。我正在抓捕一名逃犯，你们看一看，见到这个人没有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我奉命带你到警局去接受调查。凭什么跟你走？ 就凭这个，这朋友，感谢你的出手相救，咱们就此别过，后会有期。我也是受人之托，哎，你这时一不出就不方便。没事，到了这个地方我就安全了，我这里有很多朋友。啊，那就请便吧。 随然不便问沈曼为什么，但他能感觉到，这都是什么人。大哥，我是被冤枉的，当时他们把我绑起来，我动不了，我跟他们不是一起的，求你放过我吧，大哥，求求你。也许你真的是被冤枉的，但是没办法。谁让你现在让我不舒服呢？小兄弟。 做事情呢要敬业。不是，这衣服不是我给他的，他当时把我绑起来，扒走我衣服，跟我没关系啊，大哥。什么事情啊，都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
不能埋怨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也不是我不舒服，我也是替人干活的。既然已经出了这个事情，总得要有人出来担责任吧。可是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，大哥，你放了我吧，大哥。你太脆弱了，太让我失望了。你走吧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做人怎么能那么软弱，动不动就下跪呢？去，把沈曼和他父亲沈福运的资料都拿给我，我要看。我没说清楚吗？组长，出事了！日本人进攻沈阳了。还是让他们抢到前面了。出去。哎，嘴哥，这楼里除了看门的，怎么一个人都看不见啊？你来的正好，你跟我走。干什么去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回可真出大事儿。怎么着？帮派火拼了？日本人偷袭了驻扎在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，现在东北军呢已经撤到锦州去了，沈阳让人家给占了。我们干什么呀？这个警署要求咱们各个警局全力出动，啊，一定要注意这个市民呢那些过激的行为，保护好日本侨民、日本商人的安全，咱们是以德服人。哼，真好啊！哎，你别这么阴阳怪气了，我跟你说，这都是真的。那现在已经有人从商店里把这日本货抢出来，当街就给烧了。那日本货都是中国老板进的货，你烧这不是等于自己烧自己吗？你看外边这乱。别这日货！别这日货！停！别停！你干嘛呀你？你看看，干嘛起来了？你说怎么不管这事儿？哎！谢谢你，我是日本日语新闻的报馆记者金江次郎，非常感谢你的大家好。你若不绕去我来，恐怕他们会撕碎了我的。你现在啊，不适合在街上溜达。这个时候，日本人不受欢迎的。我就想，不要情况，这情况日式的报道回去。我想让那些军人们知道，他们积极的是整个一个的民族的愤怒。太好了，我希望让你们人看到中国人的愤怒，让他们看到中国人真实的反应。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因为这份愤怒没有汇聚成让他们惧怕的力量。如果像你说的，让他们看到些什么，就请他们看这个民族的历史，让他们看这个民族在对待外来入侵的敌人所取得胜利是如何战胜的。赶紧离开这儿吧。趁商家现在日本货大甩卖，就应该好好抢购一些。哎，真是的，一个大男人这点东西都拿不住。姐姐，我已经是奋力一拼了，你要是在路上碰到那些爱国青年的话，全都给你没收了，我告诉你。我真的是过两天就得回去了，再继续和你这样的人住下去，我整个人都要傻掉了。我同意，我完全同意。你要是同意的话，那我就要再考虑考虑。其实你这个人心眼最多，对田忌业影响最坏。走啊，小心。哎，这位小姐，找谁呀？哎，他是来找我的。
我来找田探长的。嗯，我就说嘛，这么漂亮的姑娘，怎么可能找你小叶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家季他还在警局里忙着。走，到屋里聊。好的。老谢啊，来给你拿点粽子啊。嗯。哎呦，嘉兴的粽子。嗯。哎，我蛮喜欢，蛮喜欢。老田，嗯，你以后别老给我送东西了，你这样做会觉得我好像是个废人。我提出反对啊。最近没有人来捣乱了吧？没有了，一个是时局变化了，日本人激起了整个中国人的愤怒。已经成了重点目标。嗯。再有就是，那，看我这胳膊，嗯，已经是个残疾人了，大概人家觉得没什么搞头了。嗯。人们总是很健忘的嘛。我跟你讲，上海律师工会就是个典型。这不年初吗？国民政府颁布了紧急治罪法，上海律师工会和其他律师组织都起来反对这个恶法啊。这个恶法它关键让人反对在哪儿呢？说不用开庭审判就可以抓捕或者是枪毙反政府人士。本来这个事情挺好，可是现在日本人一侵入上海啊，律师工会都去支持抗日去了，把这事就给搁下来了。所以这样一来啊，我担心啊，他们会把很多积压的案子拿出来速审速办，所以何如是那个案子很可能会再被提出来，再次开庭，而且结果堪忧。那我能做些什么？你呀，就是把庭审的答辩过程和这个记录如实的报道出去，如实的报道啊，不许添加主观色彩，哎，别让人以为我们借助舆论来要挟法官，这个不好啊。这太难了，你知道的。我平时写娱乐报道啊，都写习惯了，不夸张，不吹牛，实事求是，如实的去写东西，这对我来说太难了。我只能做到什么啊？不添油加醋，不联想，不煽情，不假设，不添加绯闻。你就照我说的做就行了。沈小姐，你千万别客气啊。别忙了，谢谢。沈小姐，你看，我这是从王开照相馆拍的，你看好不好看？不错，挺好的。许小姐长得漂亮，怎么拍都好看。这是谁在看日本的报纸啊？是田探长在看的，他现在在学日语，他相信不久的将来会用得到。季叶呀，他就是聪明好学，学会了还非得要教我，烦都烦死了。那你真是好福气。许丽丽对沈曼的友好态度让叶静琪感到很吃惊和疑惑，女人实在是天生的表演家，是吗？她服了。好看吗？哎，沈小姐，你认识那个华贸沙逊大厦的老沙逊吗？他人可好玩了，他呀最喜欢让大家玩抢椅子的游戏，椅子呢比玩游戏的人数少一把，谁要是抢不到椅子，谁就被开除出去。以此类推，再去掉一把椅子，剩下最后一个人。每次那个老沙逊啊，他最喜欢拿着一个白沙杆，凡是从他身边经过的人，他都要噗打人家屁股。他又喊又笑的，就他最好玩了。不过我告诉你啊，他是尊重女人的，嗯，尤其是漂亮的女人。像他从来就不打我呀。那当然了。沈小姐，说说你吧。嗯，我很少参加那样的聚会的。哦，是啊，你也是。我还有好多呢。其实我真的有点吃腻了的。哎，沈小姐，我跟你的父亲沈先生也很熟的。是吗？我还去参加过他们厂子的庆典呢。
他们那个场子好大呀。嗯，实业救国，你父亲好像是这么说的。是的。哎，小叶，嗯，去煮点咖啡啊，沈小姐等着呢，快去。我觉得呀，咖啡还是现煮现磨的最好喝。嗯，秋香鸡就喜欢喝我煮的咖啡。沈小姐，我偷偷告诉你哦，其实季爷啊，他照顾起人来的时候，细心的像个老妈妈，我都被他烦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呀，哎，哎，沈小姐，你回来了？你是找我的还是找叶大壮的？当然是找你的了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嗯，你在认识我之前就认识叶律师是吧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小叶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刚才哪儿让我插得上话呀？这次来还真是找田探长的，我是来感谢他的。哦，季爷，你做什么事情，人家沈小姐还专门上来感谢你啊？哎，我来。沈小姐客气了。田探长扶危济困的侠义心肠，让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很感动。田探长，我也是来替他们道谢的，晚了些日子，因为我前段时间去了外地，不在上海。哎呀，沈小姐，你跟你的朋友简直是太客气了。哎，不过我多一句嘴啊，我希望今后这样的忙还是要少帮啊。虽然我不知道你跟你的朋友之间究竟这样做是为了什么，嗯，但是你总应该为你的爸爸想一想，你是独生女，你的安全对他很重要。我现在和我的朋友们所做的，就是要让所有的父母不用再替自己子女的安全担心，让天底下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快快乐乐、平平安安的、无忧无虑的生活。好，祝愿你跟你朋友的梦想早日实现。有努力就会有结果的，你说呢？当然。那我就此告辞了。好，我送你吧。嗯。哎，沈小姐，你走了。那好吧。有空常来我们家玩，今天打扰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已经很感谢你了。再见。再见。田探长。哎。据我听到的可靠消息，兰香书玉的案子可能很快会开庭。嗯。法院方面收到上级的指令，要尽快处理一批积案，事实动荡，各方面都在做预防不测的准备了。嗯。再见，慢走啊。你真的不去送送人家呀？人家可能有话要单独聊一聊。要不还是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你快回去吧。安曼姐，那个老田其实跟许丽丽……跟我有关系吗？走了，那你小心啊，开慢点啊。再见，拜拜。好吧，上次你让我帮你的事情，我答应你。其实我的心里知道你终究不会是我的，你太有女人缘了，好多女人都会喜欢你。其实沈小姐她心里是怎么想的，我很清楚，都是女人，谁也骗不了谁。但是我知道那些比我出身好、条件好的女人有很多，但是像我们这样把你爱到死的女人又能有几个？
你记住，我是用生命去爱的人，这是其他女人比不了的。其实，你每一次还没有提出来让我帮你的时候，我的心里早就已经答应了，就像歌的曲，早就已经写好。你想贴什么词都可以。我表面上不同意，其实我就是想撒娇，但你是懒得把心思放在我身上。你别反对我说的，其实我心里都很明白。不管，我都答应你了，你要到夜上海去听我唱歌。先吃饭，后听歌。走吧。许丽丽的歌可是唱给你听的，你得好好听啊。新闻报是右翼报纸，先生您慢用。盯住了，看谁凑上去。这个前川次郎是文化间谍，他今晚是来接情报的。我不喝掉杯中的酒，谁都不许动。前川先生，我看了你的报道，好像跟事实不符。他们篡改了我的报道，把我的文章的本意完全改变了。他们封锁所有的消息，他们在采取愚民政策，他们让日本国民误以为自己是为了亚洲人民的解放而战，他们告诉日本国民都是日本军人在家里冷酷接受百姓的欢迎，他们把侵略知识变成了重营知识。那么接下来想怎么办呢？
今天见一个我的军队里的朋友给我一张正式的战争照片，照片里有日本军人屠杀无辜百姓的情景。我想啊，把党员发表在日本的有正义感的报纸上。我希望，哪怕只是会唤起几个人的意识而已，也是好的。我会尽力帮你的。现在在上海，日本的队伍很多，我也害怕，还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之前就被灭口了。希望在关键的时候你能帮助我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尽力的。走吧。干嘛去？今天是丽丽的生日。为什么要开枪？本来可以抓活的，为什么要开枪？我收到线报，这是日本特务机关东机关最危险的，如果不打死他，日本人会想办法把他要回去。季爷，上海的敌对势力很多，你要小心哦。带走。走，你们干哪？走，我开议。先生们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稍安勿躁啊，千万不要被刚刚的小插曲打扰了你们的雅兴。有一个好消息报告大家，今天晚上是我们舞厅的皇后，曾经两度获得花国总统的许丽丽小姐的生日啊。我们的许小姐特别希望同大家一起分享她的快乐，所有的朋友们掌声，酒杯举起来，有请许小姐。好，好，好，大家今晚一起开心吧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许小姐。来，请丽丽小姐切上今天生日蛋糕的第一刀，掌声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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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肯定是不记得我的生日了吧？怎么可以这样？也许以后你就会有印象。将来啊，我要让你给我生一堆孩子，我们要把他们都培养成国家的栋梁。想得美，谁给你生孩子呀？对了，你说你叔叔能同意你娶我吗？我妈跟我说了，你叔叔对人好，和蔼，可是他心里面的等级特别分明。我妈说你叔叔说过，法官的儿子是法官，贼的儿子就是贼。他还说什么读过书的人就不会学坏，是真的吗？我们可以说服他，他听我的，放心吧。何如是已经很久没有做这样的梦了，而且梦得如此的真切清晰。来来来，快点快点快点，
来，这歌唱得好，这舞你欣赏啊。好，来，干杯。哎，这泡芙的太立竿见影了。有人敲门。叶律师，谁呀？叶律师在吗？你是干嘛的？法院的，送开庭通知。哎，你好，叶永清。我没听错吧？没错，因为明天就要开庭了，所以这份开庭通知得给您送过来，请您签收一下。这么快？其他的我也不太清楚。好，再见。他们越来越放纵了，不择手段，不知羞耻。看来上面有人施压了，他们想尽快了结此案，所以情况不容乐观。现在本案继续开庭。沈班长，这样一个证据确凿、事件清晰的刑事案件，竟然要接二连三的休庭进行漫长的审理，这难道不是对公共权力的浪费吗？很难想象，在这样一个法治的社会里，居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请求法庭不要再迁就和拖延下去，立即对被告何如是做出有罪的判决。沈班长。首先，前两次休庭都不是我方提出的。另外，法律是以证据和事实为判案依据的。以我们所提供的证人证物，可以断定何如是与此案无关，他也是受害者。我希望传我的证人进行询问。准许。沈班长，原告律师已经指出，此女子不是小翠花，所以我们请求法庭对她做出排除之证人的决定。我有新的证人可以证明，那个女子就是小翠花。的确就是小翠花，从兰香书玉到我们叶上海来做玻璃杯小姐的，在我们舞厅里大家都是知道的。是他告诉你的，还是你自己调查的？你想让我怎么说？实话实说。我看你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你是想让我按照你想让我说的说吧？请你注意法庭纪律。本来嘛，我就是实话实说的，可是有的人的脸一下子就掉下来了。那我问你，你又是怎么知道他不是的呢？沈班长，这个人没有资格做证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职业不令人信服。我的职业怎么了？我没觉得和你有什么不同。你是做了一些让别人高兴的事情，我也是。你在表演，我也一样。我抗议。抗议有效，请证人不要谈与本案无关的事情。犯贱！证人退庭。沈班长，也许这个叶上海的舞女证人徐丽丽说的是对的，这个女人在叶上海的时候，她是叫小翠花。可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此小翠花就是彼小翠花，而且兰香书玉的老鸨已经说明这个人不是兰香书玉的小翠花，所以现在再围绕小翠花进行纠缠是毫无意义的事情。沈班长，
此人是不是小翠花，关系到他的证言能不能够被采纳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另外，我请求传兰香书玉的老板娘再次进行询问。对不起，兰香书玉的老板娘已经精神失常了，她不能出庭作证。是吗？她是什么时候精神失常的？据我的调查得知，她是上次出庭以后当天下午就精神突然失常。你可以为你刚刚所说的话负责吗？当然，我完全可以负责任。一个下午就精神失常的人，那么他在上午的证词就是正常的吗？